音准你都唱不准，唱的不好就是不好。我感觉比你唱的好，我能唱你的声音，你能唱我的声音吗？哎呦你妈！你往这一站，我惊艳了，一张嘴，我惊吓了。我感觉我唱的还挺好的呀。我不觉得你唱的好。我不要你觉得，我要我觉得。我主要是第一次登这么大舞台，有点发抖。他可不可以从头再唱一次？你觉得？ Yeah. 你为什么要给他机会？这样吧，韩老师，我用女声，用您的声音唱一首《青藏高原》，您看可以吗 ？OK， 来。唱歌那么好啊！来，我没要跟你冲突。OK。